哎，郑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前两天啊，钟姊妹和李姊妹在公园见面，这不到五分钟，警车突然就到了啊，把他们俩全都抓了。公园见个面，怎么还能被抓呢？哎，有人举报了？不是，是监控，天网的监控，就是中共搞的那个天网工程。这你也有了解？这事儿在海外都引起轰动了。是，都知道啊，中共引进了最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，建了个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系统。没错，中共投资了2000多亿、啊、在全国安装了2000多万个摄像头。是，就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。2000多万，什么概念呢？这一出门就是现场直播，14亿人口的真人秀，还是高清版的。哎，那你给大伙儿细说说。听好了啊，这些监控摄像头、啊、它的功能不一般，不一般，镜头转动拍得准，360度无盲点，呵，车辆牌号看得清啊，过路行人全拍遍，呵，人脸识别功能强，信息匹配快又全、啊、无论黑夜或白天，定位识别在瞬间哟，那可以说是啊，车过留牌，人过留面，这东西昼夜工作不休眠，常年战斗第一线。谁要是被他们盯上啊，那是操场上捉迷藏，无处藏身呐。他这张血网、嗯、那可是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网的是死死的，整个中国就是一露天监狱呀、啊、哎，这么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，也只有中共能干得出来了。可不是啊，他就怕老百姓起来反抗他。是啊，那恨不得把老百姓的一举一动、所思所想全都掌控。共产党执政这些年呢、啊、全是靠谎言暴力来统治中国。没错，屠杀中国人民至少8000万呢、啊、这就是个恶魔集团，整个中国那是民不聊生，生灵涂炭，老百姓对他早就怨声载道了。这如今啊，反抗中共的游行暴动是越演越烈，这是官兵民反，他能不害怕吗？是啊，为了维护他的独裁统治啊，他不惜花费巨资布下天网来监控中国人民。可不是啊，像许多异议人士还有少数民族、嗯、都被中共是牢牢监控，一个都不放过呀。这不啊，为了防止少数民族反抗暴动，嗯，中共甚至规定所有管制刀具都要实名登记啊，这厨房的菜刀还得拴上锁链啊，不准带出去。哎呦喂，你说他得心虚到什么程度？在中共的眼里啊，人民是他的奴役，也是他时时防备的敌人呐。这更可气的是啊，中共这个无神论政党还利用天网工程啊控制镇压宗教信仰，这是事实啊。在中国，嗯，2-3个人聚在一起都能被定为非法聚集，扰乱社会治安，还都得被抓呀。这真是草木皆兵啊。哎，弟兄姊妹为了躲避天网的监控，嗯，聚会传福音是乔装打扮，小心提防，就跟搞地下活动似的，没法子呀。哎，就这还随时面临被中共监控定位调查抓捕的危险。哎，在中国信神，心脏不好都不行啊。这许多弟兄姊妹因着信神被抓作奸啊，这出狱以后聚会传福音就更危险了。哦，那是24小时享受中共提供的高科技人工智能服务，就是摄像头监控。就拿我来说吧，你也被抓过呀？嗯，有一次啊，嗯，我去给一个朋友传福音。嗯，出门传福音还得这身行头，这一路上我是小心翼翼，处处提防，躲避电子眼呢。这终于到了朋友家啊，我这正给他读神的话呢啊，哐哐哐哐啊，几个警察就闯进来了。他们怎么找过来的？都不许动，挡我们天网工程是白事呀。以为你打扮成这样我们就找不到你？乔装打扮都没躲过去。对你们这些人，我们是全程监控，你的一举一动
都逃不过我们电子眼的扫描。哼，都给我带走。真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就这样，他们给我扣了个非法传教、破坏法律实施罪啊，判了我4年。这还哪有一点王法呀？这我被释放后还没2天啊，几个警察又带着人过来了。这才刚释放2天，他们又想来干嘛？几个警察在我家路口装了俩高清摄像头，这是要24小时为你服务呀。临走前，一个满脸横肉的警察还温柔地给我道了个别啊，要是再发现你信神传教，哼，让你蹲一辈子大牢。这是画地为牢，把你圈起来了呀。中共这么一监控，我不能聚会，也见不着弟兄姊妹，也读不上神的话，这心里啊真是苦。这日子确实不好熬呀。不过好在事情有了转机。怎么说？有一次啊，我在向阳公园散步啊，一个7、8岁小女孩啊，蹦蹦哒哒就朝我走过来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小女孩偷偷给我塞了一张纸条。哦，是我奶奶给你的。奶奶？我也正纳闷呢啊，顺着小女孩的眼神，我这么一瞅啊，是夏姊妹。哎，是姊妹呀。哎，我也不敢上前说话，两人就这么远远的看着，互相点点头。啥话也别说了，这都是神的爱呀。是啊。哎，那纸条上写什么呢？是一段手抄的神话与诗歌。那你给大家唱唱吧。嗯嗯。在这部工作当中，许我们极大的信心，许我们极大的爱心，稍不小心就会失脚，因为这部工作不同以往的任何一部工作。神成全的就是人的信心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。神做的就是话语成为信心，话语成为信心，话语成为爱心，话语成为生命，话语成为爱心，成为生命。神的话语太好了，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加给我们信心呐。阿门。虽然我被中共限制，不能聚会，也见不着弟兄姊妹，心里是受些痛苦熬炼。是。可这样能成全我的信心。是。中共越是逼迫，我越得多祷告神，依靠神，对，持守对神真实的信心、爱心，嗯，在患难中站立住，满足神的心意。感谢神呐！中共虽布下天网，可他只能网住我的人，网不住我的心。阿门。这一路上，我哼着歌就回家了。啊，哎呦，哎，这我刚到胡同口啊，就看到门口站着俩迎宾的。嘿，又是扰民的警察，还有洪秀章大妈，都来了。哎呦喂，小郑啊，你这出门咋不带手机？这警察。行了，这向阳公园逛得挺好啊，这电子眼可都看着呢。我可警告你，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，别给我耍花招，听到没有？这还哪有一点人身自由啊？在中共高压控制下信神，谈何容易？说的也是啊。这不，啊，为了彻底取缔全能神教会，中央又下令，啊，把信神被抓过的人再抓重审，啊，捋秧刨根，关押一批，整死一批。这是不给基督徒留一点活路了呀？是啊。哎呀，那你得赶紧走啊。
大舅家住的比较偏僻，嗯，先到他那儿去躲躲吧。能躲一阵儿是一阵儿。这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端起碗啊，这饭还没到嘴边啊，大舅就着急忙慌的从外面赶回来了。啥事儿啊？哎呦喂，我这乖乖嘞，你还吃着呢？这警察进村了，正招你呢。啊？那你得赶紧跑啊！这我刚跑到马路上，迎面正好来了一辆车啊！我二话没说，蹭我就上去了。嗯，上车了。哎呦喂！哎呀！司机，停车！怎么回事？这车上有俩电子眼。哎呀，哎，我这下了车就往前面的山上跑啊！这我刚跑到山上啊，我这么一回头，嗯，好几个警察正往这奔呢。哟，那你赶紧跑啊！我也不敢回头，就这么跑啊跑啊，就听着声音是越来越近，是越来越近，快追上了！只听扑通一声，哎，什么动静？我掉到土坑里去了！哎呀，这可咋整啊！我就赶紧的呼求神啊！哎，对，这没想到，这群警察在附近搜了半天啊，愣是没看着我。这真是神的保守啊！感谢神，这好不容易等他们走了，我就赶紧爬上来吧。哎，赶紧上来吧。哎，哎呀，上来了。这突然，啊，后面又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又追回来了。听着这声音是越来越近，是越来越近，好像还挺着急。哎呀，你还有心情搁这儿听啊？快跑吧，要是警察你就晚了。是啊，就晚了。我说晚了，人到跟前了啊。我这一瞅愣了神了，能不愣吗？是陈姊妹啊？是姊妹啊？哎呀，哎呦，我听说警察上山抓信全能神的，他们前脚走，我后脚就上来了。哎呀，感谢神，你没事呀，真是太好了。这真是神的主宰安排呀。这到了山下，陈姊妹呀一阵忙活啊。姊妹呀，快进来啊。哎，进哪儿啊？你这又是干嘛呀？这村头路口都是摄像头哦，我能直接进村吗？不能啊。陈姊妹啊，给我准备了一个装洗衣机的大箱子。哎，这么一藏确实安全多了。这一路上有惊无险，总算到了家。哎呀，赶紧歇歇吧。可没想到啊，这第二天警察又开始挨家挨户的查。真是穷追不舍呀。姊妹就商量着要把我送到外地躲一躲。对，虽说中国哪都有监控网，总不能等着被抓吧。这话对劲儿，能逃就逃啊。信神这几年一直受中共追捕，各处躲藏，我早就习惯了。这都是被逼的呀。可就是有点放不下父母。有家难归，有老难孝，这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呀。情况紧急，放不下也得放啊。是啊，免得给家人和弟兄姊妹带来危险。车子经过我们镇上的十字路口，我就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越看越难受，别看了，走吧。你看什么呢？爸，爸，我爸在路边卖菜呢。大街上人多眼杂，打个招呼应该没事吧？我还没有说话，我爸就先开口了。啊，萝卜白菜西兰花，看看你要点啥。闺女，旁边有摄像头。啊，那你可得小心点啊。爸，你和妈还好吗？我们都挺好的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你就放心吧。
是啊，都在神的手中呢。爸，等环境好了，我就回来看你们。哎呀，你就在外面好好的尽本分。走吧，快走吧。得嘞，拿好你的菜，下次啊再来。中共不垮台，何时是归期呀？在中国信神真是难呐。中共残酷抓捕迫害基督徒，逼得无数基督徒有家难归，各处逃亡。要是没有神话语的带领，没有真实的信心，信神这条路真是走不下去呀。虽然经历这样的环境很痛苦，嗯，可我想到神的话说，嗯，神所说的得胜者，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撒旦的围攻之下，就是在黑暗势力里，人还能站住见证，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，持守对神的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还能持守在神面前贞洁的心，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，这样在神面前就站住见证了。中共凶残极，信神步步艰，逼迫加患难，神爱记心间，纵有流泪骨，爱神心